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9点钟，我在我妈家呢。刚才一个卖桦树绒的早上起来给我来个电话，说他从山上采回来了。完了，我在家吃饭呢，我现在到我妈家了，给他打个电话。完了，我让他送来。现在拨号啊。喂喂喂，哎，师傅，我到我妈家了，你过来吧。哪个在哪个位置啊？就你不在那谁家的吗？你不是在王连勇家的吗？那你问问王连勇，他就知道了，在十路路口以东。那是我东边就直接往前走啊，往东拐呀。对，从十路口就沙子县十路口，你往东走，完了我就是那个碧水蓝天洗澡堂子，我站前面等你。哎，好的。哎呀，这狗跑的，这个就是前几天那个夭折那个小奶狗，让我妈后期给它治好的嘛，喂的云南白药。你看现在，这个是没耳朵的，现在这耳朵反正也是长不出来了。这个是那个白的，我在这等着。哎，来了，前面那个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背着一个袋子采山货的人过来了。这个背袋子人，他就是一会儿咱们问问啊，问问他采了多长时间，在山上待了多长时间才回来的。啊，对，这是我妈家。那个，你贵姓啊？姓刘啊，啊，进屋吧。这一袋子有多少斤呢？那里头有树蹄子。啊，行，都进屋说。进来吧，师傅。你这个采了多长时间？我采了3天。采了3天呢？现在这玩意儿多吗？那不多，那你这3斤还能采着点，还行呢。才有4个多斤儿。啊啊，打开我看看。哎，师傅，我先问你一下子，这个桦树绒它是一般怎么形成的呢？桦树类就是那个桦树烂的，就是烂的杆子，完了从低的水，完了慢慢就渗的。它与这个桦树枝有没有关系？啊？与桦树里面那个桦树枝有没有关系？咋没关系啊？它都是桦树枝流出来的黑色晶体，对不对，对？是哪儿啊？完时间长了不就晒的就一嘎就黑一般的这一块得好几十年能形成吗？对呀，啊，咱得个10多年20多年吧。来，打开我看看。啊，这也没多少东西哈。那你那个袋子里装的是啥东西啊？树蹄子。树蹄子。一会儿我看看啊。啊，这都给砍碎了哈。那你砍的有大有小的，那必然得碎。对对对。这我砍的还小心点，不小心更跑了。行，就这样。现在啊，看看，这个斤数是3.89，看见了吗？这3.9，这是公斤秤。现在这个是3.9吗？3.9的话，3.97斤，那个乘以二哈，嗯，对，对，7斤8两，就七斤一共八就两，这些。7斤9两8，你这怎么还要开车？行，师傅慢走啊。啊，回去。哎，好了，这个是我的工作室，那个这个桦树绒啊，刚才已经摇完了，又花了有好几百块钱。我吧，现在直接给打包了，一会儿一个朋友要，咱们下期再见啊。